锵锵三人行，大家好，哎，咱们的这个记者李菁还在这里。嗯，李菁经常能跟咱们提供一些社会上特别逗的事儿啊。今天又有什么信息带给我们？今天不是刚才大家说了吗？突然又出现了一个25岁的一个亿万女富豪。对对对，最近我听我朋友们都聊呢，大家都是已经躁动不安了，我发现揣测纷纷。大家一般都在问长得怎么样，钻石王老五。这有多少多少亿，你们还考虑长相？你太黑心了吧，人家多少亿了。还是倾向于财貌双全。因为这个财占的比重太大了。没听说富贵不能淫嘛，我就是这种不能淫。哎，你在香港听说呀，就说这20几岁这姑娘啊，在香港已经财富排到香港那地方富豪如林的地方已经排到第三位了是吗？不是，她那个地产的股票那个市值啊，是香港地产公司排到第三位。这对香港的整个，因为香港经济城市嘛，香港的地产商现在是社会上最大的力量。整个地产的大老板们都知道，新鸿基啊、李嘉诚啊，这些人就是真是大地主。然后呢，他们从来都看不起内地的做生意的人，就没想到这次碧桂园这么一上市啊，现在市值第三，紧接着长实跟新鸿基，它超过恒隆啊，很多其他的地产公司。那么这一来的话，首先对香港人的心理上产生，因为之前呢也有内地的公司上市啊，那就是工商银行啊，你知道那个是国家的，那是国家背景的，那现在是一个私人背景的，那马上人家就，而且他妙是妙的，他那个老板叫杨国强，我记得，他59%的股票是女儿的名字的，因此他是95%，59%，59%的股票是女儿的名字的，因此呢，自然而然，他女儿20多岁，叫杨什么？杨慧妍，对，杨慧山，他呢一下子就超过了张英，就是那个中国的首富，对对对，他按照他那个比例算呢，他市值就600多亿了，对对，他也远超过龚如心，亚洲最富有女性。超过龚如心，对，龚如心300多亿嘛，不到400亿，都是说港币400亿，终于找到他，他现在有600多亿了，你找到这个坐标了没有？600多亿了，他这个其实呢，他只是一个股票的一个市场，但是市值是这样算的。对，香港报纸呢，马上因为这对香港的人心好吗？对，港人现在接二连三是受打击啊。首先从小的来讲，港币自从低于人民币以后，没错，到处都不收港币，这个很多人就跑去，就是心里就很烦了。现在深圳这些、广州这些地方，大家都扬眉吐气了嘛，港币不收啊，有碰到你多给都不收我们现在就不收。港人信心以前这个港币很神的嘛。第二个，你想现在香港的富豪榜上居然地产上出现了内地的这样的大富豪，当然有很多分析。你知道这个股票为什么值钱吗？因为它都是在广州盖的地产。他有10几个地方发展他那个碧桂园，都是低价地，所以呢，当然有说像卖白菜一样卖房子，对对，他当初买进来的地大很便宜，那么大家都香港人就分析说，这些利用关系买进来的低价地将来会怎么升，所以香港人就看好这个楼盘，这对香港人的经济的心理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简单的说就这样。哎呦，你说现在有些人富起来的那个，我到有的城市去出差，听着人家这议论，你看那儿没有，我一看就一片沙漠呀，这不空地啊，只有一个小房子。他说这我们这儿只要把地圈了，楼根本没有呢，就在一片荒地搭个工棚就在这儿卖房子。你说就上千万的钱就集中了。哎，中国特色财富方式啊，这个。哎，李菁，你见过女富豪多吗？不多，我倒是真的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什么经验，能帮助我能发家致富些，但是不太多。但是我觉得我看这个消息，我是觉得彻底改变了我对以前的这个富豪的这个概念啊。怎么讲？因为比如说一说到这个女富豪，我马上就想起来那个就是以前什么希腊船王的外孙女，对，奥纳西斯说是给他外孙女的什么那个遗产都给他外孙女啊。然后我后来看了一下他的那个遗产，可能也就是几十亿美元吧，那几十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还不过咱们的这个女首富。我当时心想，哎呀，扬眉吐气了，我们也可以跟世界级的这个富豪相比了，是吧？不仅这样啊，我们超过世界速度，那天不还说吗？速度就是超过了，现在速差我在绝对值上也可以比几十个亿，就是说就是中国一个富豪可以从比如说几个亿在2-3年的时间之内一下子变成几十个亿，对对，就这个速度让西方经济观察家惊愕，
说是我们都得100多年一个家族慢慢积累到，只有超不过俄罗斯，俄罗斯的就更厉害，俄罗斯没法比。但中国呢，基本上也是这个速度。可能这就是真的是中国特色。你看，因为说关于这个家族，就是父亲和这个就叫杨国强哈、说现在不是很说他才神秘而低调嘛，所以关于这个家族本身还都不太清楚。但是你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中国发展的缩影。说他父亲18岁之前都没有买过新衣服，很穷的。就是一代之富、就对啊，一代之间，你想这几十年吧，顶多是30年吧、就已经从这样的一个身份发展到600亿和700亿的一个身价，1000多亿，他总共是1000多亿、就是女儿是600亿、这个其实也是香港的价值，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这个600万人这么特殊啊，一国两制啊什么、你知道这个公司他这么多钱是什么，就是因为香港人很多人有钱、他们看准一个东西他们就去买他的股票，买了马上当天就3亿利息啊全部派发、所以大家都抢着认购，所以他这个市值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空的，今天假如说他出一个什么事情的话他批一下子都没的、但是目前来说股票这么好，内地也这么好，所有人都把钱就投进去，目前他们有一个说法，楼市不好的时候就投股票、前些年就是楼市嘛、现在楼市要打压了、这两年股票你就碰到稍微有钱的人个个都是眉开眼笑，你知道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买好车吗？就是因为这个钱都是睡觉睡了，他睡一觉，明天一看，哇！睡觉跟男人睡觉不是，就自己就自己在睡觉，早上一醒说，哎，已经又多了好几万了，就这样，那还不买吗？就是说，都是这样出来的。哎呀，我见过一些女富豪，真是才貌双全。一些啊。几个，对，我像蜜蜂一样叮他，我就说什么财量级的呢？我跟你讲，我几个啊，不代表普遍现象，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哎，长得白白净净，叫风韵犹存，就是说很明显，才貌双全，哎，很明显就是年轻的时候漂亮过，甚至有的可能就是才30岁，40岁这么个年龄，很注意打扮，一说坐拥10几个亿、几十个亿，然后呢，你一查他的履历呢？往往呢还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比方说曾经在妇联呢、或者是个秘书啊，或者是个办公室主任什么的，就干过这种。你是这样，因为他的人脉关系帮着他发财吗？哎，我就说这么一姑娘，她怎么这么多钱？后来人家把我扯一边说，代理人，你知道什么叫代理人吗？就是说，这个他只是个出面的，像政治上，像当年那个苏联的在中国革命里边不也有他的代理人吗？美国不定在哪儿有代理人，这个现在中国好多，你比如说一贪官，他要洗钱是吗？的确，我认识的一个风韵犹存的女富豪，到后来我看报纸遮进去了，关系到一位副市长。能透露名字吗？那我不敢说，就是说你明白吗？咱不能瞎揣测，但是确实让我感觉挺奇怪，哎呀，让我遐想。我说这个呀，30多岁、40多岁，哪怕比我大几岁，长得这么好看哈，我也娶得过。就咱这胡思乱想。这个女孩今年25岁，关于她的婚姻状况，网友还一直还很关心呢。那当然了，那当然。而且她还有一个特别的情况，一般海外这么大的富豪呢，她不会把名字坐实给小孩的。你比方李嘉诚，他小孩也有钱，但是主要的还在李嘉诚手里，所有这些控制。所以人家现在就问，有一个分析就是说，是因为避开将来的这个怎么说遗产税、遗产税。因为中国人想，假如有遗产税，现在很多人父母在买房子的时候想把小孩名字放进去，就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恐怕中国的政策变得很厉害，到时候也许很高的遗产税呢，那你这个600亿，到时候老爸这600亿要给女儿的话，也许300亿就交给国家了。现在小甜甜那400亿就风水先打官司呢？打官司。哎呦，我觉得他那个事儿真是，你说这么大的一笔财富，最后会给谁呢？难道不成还真的？现在就是大家都关心那个风水师。现在已经很多演艺界已经谁演风水师都已经排名排了很多了，对，就那个风水师特别，而且现在都传说那个风水师，半夜进入那个他的大楼啊，什么早上离开啊，所以他们说这个是非常有关键。现在说，如果说只是因为是风水师，他晚年在生了癌以后遗嘱给他的话，他们很可能怀疑这个叫不正当的诱导，就在他神志不清楚的时候。但是如果是情侣关系的话，那这个不正当的诱导呢就很难成立，所以
这一层的这个感情关系啊，现在又成为整个事件的一个焦点。但是也对这事儿也对咱有启发呀。死后也没有得到安宁啊。这有启发，有启发吧。对，过去咱们老奔着那个年轻的女富豪，这件事启发我应该多接触晚年的女富豪，而且要有实质性的关系，陪她聊，多陪她聊天，多陪她聊天，把她砍晕。咱们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种种的事情啊，都让我们羡慕嫉妒恨，是吧？就是因为你知道太快产生富豪，就像我那天讲，为什么一大部分俄罗斯国民都说我们为这个富豪感到羞耻耻辱，你知道他这个太快了，而且要不是好道来的，这种就特别容易激发。没人在乎好道不好道。我有一次吃饭，一群知识女性来听讲座，最后大家一起吃饭，席间有人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你现在碰到两个男朋友，一个是很有名的专业人士或者律师啊，或者作家，或者是清白的，哎，一年比方挣个八万十万的话，那另外有一个呢，他可能有上亿，但是你不知道他哪里来，也许走私或 whatever， 你会跟哪个好？如果两个人都同样爱你的话，那一桌的知识女性都说选后者，使得我们桌上的男性都很自卑，因为女的对他们女的来说，他们最关心第一就是男的要对我好，那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二，在对我好的情况下，你钱就越多越好，不管你英雄莫问出处，他说。啊，你知道其实现在整个社会也是这样。你这个知识女性呢？我就知道他会来问我了，那当然我已经没有这个选择余地，所以我也不去这样想。你是俩人一起回答这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财富在男人身上和在女人身上，他得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这个，我是如果是身价600亿的话，如果是男人的接近的话，我会马上怀疑他的动机，所以会不会给他带来幸福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男人是不是会不一样呢？你会觉得大家来，女人来找你是天经地义的，然后我因为我有这样的财富，但是我觉得女人可能是不是会感觉不一样呢？男人也会怀疑女人的动机。但是男人呢，好像愿意付出，愿意对、啊，就是代价，他认为这是代价啊，就是说我成本，对，我受了你的美人计，但是我这边也算着账，就我也听有的那个女的爱傍大款的，就说现在也越来越不容易了，啊、是吗？就是前些年呢，那大款二的还比较多，傻的比较多，现在越来警惕性很高了。现在这个你看，现在新富的往往都符合，就是说高知啊，他往往有海归啊这些人，比如 IT 行业的，他找个萨蜜玩玩。但是他不会忘掉当初跟他一起艰苦奋斗一起过来的人的，那些大款呢，他最穷的时候谁跟他在一起的话，他不会忘掉的。嗯，这是男的，女的情况比较复杂一点。对，因为我正好就是刚才讲到那个船王啊，嗯，然后我也是看了一下他的那个东西，因为也是有八卦的一些消息嘛，也挺好玩的。他为什么传给他的外甥女叫外孙女啊？外孙女，因为他女儿去世很早，就是因为他那个在婚姻上一直不幸福，有这样一个父亲，虽然财富上很富足，但是在比如说在婚姻上，他最后他死的时候可能才30几岁吧，服用了镇静剂而死的。然后其中我看到的那个消息就是说，其中他第三任丈夫就是一个俄罗斯的当然是叫前苏联了。他以为找到了一个真正的爱情，但是后来就是说西方大量的材料揭露说这是也可能是阴谋论啊，我也不知道是否是真的，就说这是冲着他财富来的而施的美男计。他当时就跟这个俄罗斯对不起，我老说俄罗斯，当时是苏联，嗯，已经搬到莫斯科的一个公寓来住了。他觉得他找到真正的爱情，他愿意抛弃财富跟这个苏联的男子一起生活，但是后来人家揭露说那人就是好像是代表国家背景，还是觊觎他的财产，所以他一生非常不幸，就是这个船王的女儿。但是船王的儿子呢，代表国家被，就是间谍，赫伯伯派他去美男计，那不是去，对，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嘛，争取他的财产。国家利益要包括圈钱吗？当然，施展美男计，圈一笔遗产到国家来，投资也可以啊，是吧？这国家现在为了引进外商，有很多我们的美女计是吗？啊，对，美女经济现在对美女经济嘛，是，对。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船王的女儿去世很早，而船王这个儿子好像也是因为飞机失事，所以他只好把这个巨大的财产给了他这个外孙女。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早期看了一个报道，他也是在讨论，就是这个财富对这个女孩来说是福是祸，因为好像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他才10几岁，还没有到18岁继承财产的时候，但是
他的身价也是上，也我们用人民币的话也是上百亿人民币了。嗯，那他出去那几十个保镖得看着他，如果被绑架的话，那很麻烦的。对，我们这些只有不到上百万的人就很乐意听有上百亿的人的痛苦。对，我们在研究他们的痛苦的当中得到某种快乐。对对，钱就是货呀，是吧？对，有那么多钱干什么？那个杨家的那个女士哈，大家你要给她心理辅导啊。哎，我们心里就平衡了。对，但不是说咱们羡慕嫉妒恨，就。我是说，这基本上形成共识的，一定是什么东西都要适度。对，就好像我说人的名气，你以为名气越大越好吗？我跟你讲，你这个名气啊，把握在一个最合适的分寸上，保证你能够尽享出名的便宜，但是尽少吃出名的亏。这是个艺术，这是个智慧。这个窦文涛现在追求的就是这个度，这是个度，没错。什么采访可以接受，什么采访不能接受？什么场合要出席，什么场合不能接受？没有，不，什么有可以交，什么有不能交？我谢绝三连采访，实际上我一两年我不接受采访的。你但为什么？我是觉得呢，哎，我呀就对得起这份工资好吗？我对于这个公共社会的服务，我是为了打工仔，我拿这份工资，但是。这就可以了。然后除此之外啊，我不配好吗？我不配在公共生活里发言，什么问题我也不说，行吗？我不接受采访，我不惹任何事儿。那么，比如对我来说啊，这个你这个名气到哪儿啊？圈里的人都知道我吧？可能会请我做节目的老板都知道我吧？走学有机会就行了。走学的人知道我，这就够了。做广告的大广告商还不够。那你房东认识你吗？当然认识，也认识，为此而加了点钱。哎、我给你打折了。我就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些人，你要反省啊。我说的跟富人一样，就是你反省，你的出镜率已经过高了。你比起任何人，你凤凰卫视的全球，你天天在这儿说半个小时，天天说半个小时，你已经多的都溢出来了，你知道吗？你需要，你看我说的财富也是这个意思。这个咱们有共识，不是说吃醋什么的，就是说。你保持在一个合适的分寸，其实人的生活，我们家庭的生活，到一定量的财富可以了吧？但是再超过去，我跟你说，那就除非说你有事业心，嗯、追求数字游戏，最好是人家不认识脸，但知道名字，人家不认识你这人，但是一听名字，哇，如雷贯耳，这多好！我们正好相反，我常常碰到有个人啊，对你很好，最后说许文道啊，我跟你说。就是说虚出来的部分，虚多出来的部分，因果报应，件件事儿你都得吐出去，你沾不到什么便宜的。因为就是你用不到的那些钱，你比如说你像为什么人家说做慈善呢？而且啊，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另有寄托吧。你积聚了这么多的财富，你去干什么？这我听见有些文化界的人就有微词了，说人家西方那个富豪，咱也玩得高点吧，人玩点书画、艺术品收藏等等等等，搞点慈善。咱这个，甚至他们说俄罗斯的那个，那玩的也不高啊，还玩游艇呢，这玩豪宅呢。你怎么知道他们不回馈？这些成功的商人有多少人要谢？谢都谢不完呐！他走到这一步，他这个东西能上市，这中间他能够弄到这些地，我你想都想得出来了。而且你都知道有很多人，我都见过像你刚才讲那种情况啊，一个很年轻的说他买了一个什么酒店啊，或怎么怎么，后来人家就说他谁家谁家的人，谁家谁家的什么？那他说的回馈跟您说的那个是可能不他们也在回馈，我相信他们也在回馈。您是说他要为他的那个财富付出的那种代价和成本？还要保险？他是说要回报社会的那种回馈是吗？我不是说回报社会，就是说啊，你的这个付出的代价也是。你比如你像刚才讲的，他有一个暴发户的现象，嗯、对吧、嗯嗯？你这个暴发户出来的呀，他这个钱怎么用是个问题，咱们都替他担心，对吧？对吧？你就他我估计总有一个会捐给锵锵三人行，龚如心那个里边没有一份吗？他不是说有个在联合国秘书长、中国总理跟香港特首的领导下，资助有建设意义的文化项目。当年他活着没提到我们。当年他活着的时候，我专门有一次这个做节目哈，这个情不自禁流露一些溢美之词。当天晚上我是幻想着他秘书会不会找我呢？这个风水师肯定是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李菁，你说你现在这给孩子挣奶粉钱了？嗯嗯、我们刚才说看出来了是吧？看出来奶粉钱了，大学教育费都得也正在考虑当中、你说这多少钱就够了？哎，我还真的很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而且很认真的那个
算计了一下，你知道我当时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嗯、买一个彩票，然后能中500万，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够了。哎呦，后来这真是跟中国国民的民意调查的结果一样。然后呢，我有一天又很认真的想，我发现中了500万还是不够的。真的是很认真的，我想，那我喜欢一个带院子别墅，我要买一个这样的带院子，两百万，我想买一个便宜点的200万，装修100万啊，然后我想，那再送父母点钱出去旅游吧，20万，然后呢，也不能光送我父母吧，我再送对方父母点钱吧，这老好啊，然后这个一分好像啊，我手里没钱了，再买个好车什么的。我、哎、想这500万就这么就完了，我说那我还得接着再买彩票，你说还是不够的，而且还得请保姆呢、嗯、啊，对呀、啊、你说他，我为什么想起他养孩子，我想起我一个朋友啊，你知道就是在咱们这个社会，后来他们最后就会感觉啊，人人都觉得自己存在发财的机会，你知道请个保姆啊特别难，他就是在他们家里啊，就是他生养了孩子嘛，请保姆换了5-6个，个个都有缺点，个个都干不长啊，或者这怎么怎么着不好，到最后换到第6个，这保姆真好，干了2年，一直忠忠实实在他们家，最后发现这保姆偷了一件东西，夫妻俩审他，这保姆死不交代，不交代送到公安局报警，到公安局里，公安局审出来的东西比他们夫妻俩能找着丢失的东西都多，才发现这2年来他这个保姆和他外边的这个老公和联手一直在偷他们家东西，光我那朋友3-4件皮夹克不见了，你我说你活得真够晕的，你们家不知道，他就每天拿一件，每天为什么这保姆天天在你们家看你们生活挺好的，你知道吗？一点一点的拿。我只能说这个主人有钱。你知道，你像过去，劫富济贫。你就比如说，你像过去，比如说咱就说，封建社会说做仆人的做什么，他有他的本分，有他的荣誉感。有他的生活安适感，对吗？现在你看他，现在可能就是每一个阶层的人都被这个财富刺激的不安分起来。那保姆也有人的理想呀，对不对？革命的后遗症，对，你消除阶级。所以现在的人常常是中学同学出来，现在不分阶级以后，大家不能接受。对，为什么羡慕嫉妒恨呢？就是你凭什么咱们俩一起？而且我们都是当初都是一起插队。